把线卡在这里，油头领域已经形成，他只能在后面看着，无敌的。你必须跟着。砸，闪顶，出来，眩晕。哦呦，算了算了，哎呦算了算了，杀不了我的，可惜了。先补这个，这个值钱一点，这个补了，然后就上去，二连打一套 ，OK 走，回头。走，没关系，等等等等等 ，OK， 眩晕，走，抓得死我吗？不可能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两套要他命，直接上去二连，直接死了，死，你看他墨子有什么办法？没办法呀，我现在两套要他命，看，敲，哎，亮徽章就顶，一马一一我有 Q， 哎一我也有 Q， 你反正杀不了我，敲。又顶，我又顶，这波我们兵多的话，我们可以直接一套打完，直接拉开跑。不过去，不过去，就不过去。他反正不敢打的，打了，顶他一下 ，A 一下，眩晕一下，再 Q 一下，再我等一会儿，开大招 A 一下，再 A 一下，给老子干懵了。我们现在有蓝有伤害，啊！队友退游戏了，那坏了，那坏了，他都不过来了。你看他现在就认怂了，他再也没有前期这么跳了。上来吧，上来，回头再回头，总之要打一套。嗯，我不吃你也别想吃，塔下塔下就轮杀他了，现在。将他们冲散！我靠，他们维恩飞啊！不会吧，直接就回了。这个青钢影好稳啊！等会儿我们帮队友啊，队友我们队友掉线了，赶紧吃路程吧，是吧？赶紧吃！顶！看谁有？不管，要眩晕出来！嘿嘿嘿，怎么办呢？好恶心啊！哎，二连！发言人，他会 R 我的，他会 R 我的，他已经说我恶心了。这青钢影已经放弃挣扎了，我发现，打一套走，直接一套推半血，能吃就吃这个刀，吃不了就算了，一搏刀。很生气，那直接拆了。死吧！看见伤害没有？这一套直接打昏了。他不出魔抗啊，中路好像挺舒服的呀。这中路老司机，大技的传承啊！刚夸完，你看嘛，怎么去说嘛？来，我来帮你推吧。刺客，不知道的吧？这是刺客，没见过吗？哎，无烟来了呀，他在干，怪！哎，一的好漂亮，赶紧走，赶紧走，佛一哥救救我！等会儿，哎，牛逼，他有个真眼，好膨胀啊！怎么这么膨胀啊？不拿我当人是吧？不拿我当人！哎，你吸我，吸我，我有打，你吸再吸，再来二连，再眩晕一下，哼，谁才是战神啊？墨子要跳大呀！哎，这假的墨子，等会儿先找墨子。二连，我操，好肉！等会儿先杀这个。你不尊重我，再顶一下，完完完，死定了！动不了，动不了，兄弟们动不了，控了我8.96秒，兄弟们，我键盘都按烂了。你必须跟着，
快来呀、啊、快来呀、啊、哥们儿，漂亮漂亮，砸了。哎我操，露露赶紧杀露露，老子把露露宰了，露露，哎呦真能跑，漂亮。好，我们中推及时对面，把露露又宰了，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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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司机再见了，我会记住你的，老司机这一波我们会记住他的，打不了这一波，完全打不了，快快快快帮他把线带过来，队友拖着我们直接推，加油老司机，来一起我们偷，走了我走了我走了，再见。哎呦怎么全是闪呀，那必须要追一下了，追不上了兄弟们，给我恶心坏了，不让他们操作起来了是吧，啊哼，我全是魔抗呀，全是闪现呀，把我们中路去把这个拆了，打不了龙，打不了龙，来跟他们打，他们人不齐，好恶心啊你！冲锋啊，鸡哥，先把他顶开，砸一下，哇，沉默了，二连推闪，漂亮，好配合，我打不动。啊、我死就死吧，臭你的，老司机加油，我这波拖了好多人，漂亮结束了，加油，一刀两刀三刀四刀，还得看老司机啊，这个老司机学到精髓了，对，大家没有点关注的点一下关注，没有点赞的点一下赞，没有三连的三连一下，这里给大家磕三个响头了，谢谢。